做裁判专业一点，不要离球场那么近。刚才如果不是我的关系，他出手投篮的话，楚然不可能防得住。助裁判，这跟助攻楚然有区别吗？现在轮到楚然进攻了。陈局长，就你的绝招改良版，执行我即将离开的清梦。石局长，这不是你的成名技超远射三分吗？不一样，他这个三分没有屈膝起跳的动作。神三分的关键在于起跳高度，用起跳来发力。君夜太久没打球，疏忽了。再好的球技，如果没有比赛锻炼，也会落后。不得不说，这一球，楚然赢了。难道我就是天生追着你跑的命吗？哎，君夜，我不知道当初你为什么要退队，但现在你不想跟楚然来一场真正的对决吗？把输给他的东西赢回来。胡烂吧，你一定可以做到的。与你无关。哎，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？考虑一下呗。